然后这个大体会活过来。你摸过大体了，然后又来碰我，有点怪怪的。这些男生不碰也好啊，又不是你的真命天子才会讲这种话。是，那这有这些臭男生有什么好碰？真的爱，然后可是他也是寂寞的。那寂寞找姐妹啊？嗯，不是不是，那姐妹没办法解决。你在讲什么？解决什么？大体碰我要碰还是？你在讲什么？慢慢慢慢，好高哦，哇，慢慢点高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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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多高？听习惯了。七二七二，你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您是殡葬会馆人员啊？如果做这个的话是。哦，那我们先请教你，你当初是怎么样去当这个行业？哦，是因为陪同朋友去医院，嗯哼，然后办那个医院手续后到殡仪馆，家属跟朋友说，哎，谢谢你，非常感动，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行业还不错，就来尝试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做殡葬业界的人，当然说我们讲现在比较就是良心做生意的人，其实有的时候会带给人家一个很好的安全感。因为在家里面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通常是无助的，慌，通常是六神无主，甚至于没有人有这个经验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你们在旁边不断的给建议，不断的辅助帮忙，其实家属是蛮感谢，对，那也算是一个做善事的感觉。是啊，请看照片，哦，看到没有？他跟你无亲无故，他要帮你去做这些事情。对，其实你们是蛮伟大的。这是在供饭的时候，对，供早饭的时候，供早饭，对，还要端点盆水这样子。这个真的，你们是佛心来的。下一张，这部分也是，这只是换一个角度啊。还有那个换香魂那些的部分，当然当然当然。那还有一张。哦，这是我们今天案件的时候有晋升啊，告别式。这个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就是写流程，对，写流程，然后突然想到有一件很好笑的事，曾经有李医师在定案件，然后因为他很像是太累了，然后把自己的名字报王者的名字给我，上面就变成王者的名字是他的名字，然后那个吓死啊，就告别式，你是马上抬头自己，却可以，自己却可以，然后后面就说，哎，怎么？花牌怎么不一样？名字怎么不一样？才发现说王者，他把自己的名字，他自己也吓一跳吧？知道，他现在是我，换好照片的，上面就是他的名字，太很自然的就拿走，太累，太累了，对对对，他们做这家其实蛮累的，因为他们陪家属是每天每夜的在陪，尤其是在出殡之前，然后就事情发生之后开始那七天最忙。对，然后做头七、二七、三七，你们都要帮忙啊什么的，这个是很厉害。但你男友因为你入这一行，然后唠狠话分手，对，他敢？对啊，因为他觉得他其实很不能接受这个行业，我也不能常常陪他。然后后面就是有一次他生日的时候，我也没办法请假去陪他，他就直接跟我讲说，难道我要变成大体才要来陪我啊？哇，这个讲太重了，这太幼稚了。对，刚刚那个点就是重义摔的好点。喂，哦，他那我跟你讲，他是真的气到。这个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工作当然当然没有办法体谅。这是两件事啊，就是你的工作没有办法。那第二件事情，其实他也蛮可怜的，对不对？他如果说真的他不喜欢你不爱你，他跟不见面太好，我跑出去玩算了。对啊。对，重点是没坏啊。对啊，重点是你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你的工作了。对，那他那是入行才在一起还是？算是差不多那个时间点进入，就是要在一起同步的啊，同步的。哇，难怪你男朋友不是大。对啊，那就那后来你单身，男生追你会不会听到你的行业就却步了，就会吓一跳？会啊，像他们就觉得说，哎，你摸过大体了，然后又来碰我。有点怪怪的，然后也会觉得说，哎，我是不是身边常常有什么灵体啊，在身边不好的东西啊之类的。不是前面有个问题，然后你摸大体，你再碰我是不好，你就跟他讲说，不会啊，你迟早有一天是大体。对，是但我相信你听到这个，你自己也会不会觉得哇，被人家这样认为，会不会不舒服？是还好，我就会觉得，哎，可能也觉得没有事，没有关系吗？如果大家是，其实没有到大家，你们这些男生。不碰也好啊，又不是你的真命天子才会讲这种话。是，那这些臭男生有什么好碰？真的爱，然后可是他也是寂寞的嘛。
但寂寞找找姐妹啊？嗯，不是不是，那姐妹没办法解决。你在讲什么？解决什么？那你碰我要碰还是？你在讲什么？你在讲多元成家方案都已经 OK 了。在讲什么？我问你啊，就是说你为什么在殡葬业这么多事情，然后又没有时间去交男友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外拍啊？因为我从以前就有在接外拍，然后虽然现在这个是主业，每次还是要拍，要转换一下心情。对啊，对啊，算副业，总是要出去晒晒太阳。是啊，是没错。可是因为殡葬业其实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。赚的那么多，当然，对，所以也是要兼就一下兼拍啊，然后增加收入这样。请看照片，第一张，哇塞，哇，哇哦，哇哦，退兵了，退兵，看到这个煞体会活过来，哇，这你应该以外拍为主业，殡葬业为主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这个太正了，那个男朋友跟你闪，他应该后悔了吧？比例太好了吧？哦，哇，下一张。哎呦，是不是？哇，怎么这样子呢？灯光美，气氛真的，他真的性感中带着清纯，厉害。还有吗？撩人，撩人，不要停哦。连续播放。哇哇，叫那么大声干什么？这个你跟人家讲，你在殡葬业做事，人家只会看到你那个黑色内衣联想到而已。其他应该联想不到哈。但我觉得过了今天，大家看到节目上的你跟这些照片。以后追你的人会特别多。对，那一见面先跟他讲，我其实不在乎。哦，前面讲不行，后面。哦，脖子上的。后面有东西吗 ？So good，So good，Yes，So good。I got you。除了这一件的衣服的主人之外，其他几位女生，你们知道这衣服怎么穿吗？知道举手。应该是这反错了吧？错了，要不要你们要不要来一下？正反错，错了。对啊，应该是后面。不可能！这张好像皮鞭脖子哦。天哪！你确定？超人吗？所以你个人喜欢神力女超人？这只是放上去而已哦。用标签是一个线索，小技巧。哦，标签呢？消费下，你绑前面，你绑这多丑，你自己绑一下，你绑这多丑。那好像这样子就挡到前面，这代表连女生都不懂。算了，这已经一看就知道你不会穿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事，算了，勉强。算了算了，这好像小猪好像有，还是很丑，还是很丑。他怎么这样？这样好像还是不行。好了好了，来，这衣服是谁的？在下的，一定就是你哇！他都是那种两片式的。对，那你待会要示范。对，你里面要穿衣服。如果可以不用的话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不用，我拜托你，先不要先不要。不是，你看我们上那个行政院门口罚站的，罚站而已。我们上什么节目？为我们示范正式的穿法。是，记得里面要穿哦。一定要，拜托你。哦，前面讲不行，后面。哦，脖子上的。后面有东西吗 ？So good。So good。Yes。So good。I got you。莫安姐，这件衣服是平常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去表现它？泳装啊，可以搭着。啊，对嘛，对啊，拍照式的搭泳装。那请问一下您。个人使用过这件衣服多少次？四五次吧。四五次，多少人腿软这样子？多少人腿软哦？吓到的意思，穿衣服的腿软，吓到的意思。那里面要没穿才会腿软呢。OK， 当初你买这衣服就是为了配？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说要配，就直接穿着，但是发现就是不行，对，就是不行，太暴力。那男朋友看到这件会兴奋吗？应该麻痹了吧？